随便一件好了，然后一键添加这个吗？合成几率，所以要把同品质哦同心同品质放进去就对了。哦，是这样子哦，他要把你要把同心就是同样的红，反正你按一键添加嘛，刚按一键添加的时候，你看各位，他会。刚刚打到的装备好像是刚刚打到的装备吧，比如说像这三星什么什么鞋子之类的嘛，然后就可以强化它吧，就把它升星啊。手厨好礼，为什么？靠呗！啊，我这个一定得，你的意思是说我一定得储值，我一定得储值才可以拿到这件装备，你是这个意思吗？各位有没有看到他这个？他这个的话，你一定得储值，他才可以拿到这件装备。有这种事情，有这种事情，回去然后法杖的部分可以吧？我应该可以吧？哦，没事哦，我还以为他一定要我处置哎，看吓死我了！哎，等一下，这根本就骗人的啊！等等，你看这个什么手厨好礼，他点下去的时候，他根本就这个根本就是一个诱骗玩家氪金的手法。我觉得这真的是诱骗玩家氪金一个手法哎哦，一点。你会有一种错觉，好像一定得手厨他才可以得到这件装备，会有这种错觉。哇靠，好恐怖哦！这个真的是一种很恐怖的手法。然后这些都一键添加，然后一键哦前去获取。等一下，我要打这个 boss 才可以获取吧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去刷一下。所以前面要先一直打这只 boss 来狂刷副本就对了。然后他会一直复活。然后看一下哦，嗯哼，外任务哎，这个装备合成，嗯，装备，然后这个装备合成。还没获得，等一下。等他一下，还没获得。Come on。欸，有吧？裤子啊，仅限武器，对啊。装备合成。守护续费，不要。哎呦呦，这样就有了。OK， 反正前面的话多刷这只怪物吧。哦，前面的话应该要多刷这只怪物。然后他说六件哦，这只还有这个，还有他的鞋子，一键添加。OK， 全部收集到了。还有吗？启动。哦，这样子，然后再来是这个这一件。对嘛，你看我就说这个手厨好礼嘛，他这个根本就是个又骗又拐的手法哈。挑战哦，这只要干嘛？看一下，是要挑战这只吧？所以这个世界 BOSS 四阶要挑战四阶就对了，第二层。哦，四阶是这个吗？哦，要挑战四阶啊。OK， 所以我这边已经完成了吧？那我可以离开了吧？然后之后再去挑战拿四阶装备就对了。简单来说嘛，他的装备都是一个阶段性的哦。再说一次，他的装备都是一个阶段性的哦。哇靠！我重新载入地图的时候都会累。然后不得不说，就是说他的有一些按键嘛，真的有还蛮复杂的哦，还蛮复杂的。虽然说他有什么一键装备、一键强化之类的，但是他的按键真的还蛮复杂的。OK， 合装的部分在这里，然后四阶装备推荐这个一键添加有吗？所以比如说你三阶的盒碗嘛，
比如说你三阶的哦，你盒装的部分，看一下，这在哪里？背包境界，背包。比如说你三阶的已经到达五星盒完之后嘛，然后就要去四阶 BOSS 这边，你就要去四阶 BOSS 这边，然后打那个打四阶的哦。比如说他这边有第二层，你要打四阶的怪物。OK。等一下，这有简体字哎！哇靠，这有简体字，果然是大陆游戏。居然有简体字，果然是一款大陆游戏。OK， 我们来调，我们来帮解这个伊丽莎白的碎片。OK， 继续解。等一下。嗯哼，五十万战力哦，到达。领取。领取这个，哎，然后这个领取，好，还有什么可以更换一次头像？靠背相册选择，你是很，他是很想知道，我觉得我这个我觉得不要授权给他，他是很想知道我的照片长怎样就对了。头壳坏掉，干，我等下换给你看吗？神经病！OK， 继续打，他就快收集完成了。太困，哎，真的很无聊哎。我觉得没什么这个游戏嘛，没什么目标啊。我觉得我现在唯一的目标就，我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提升这只伊丽莎白而已啊。哦，就赶快把它提升到最高境界。让她看起来比较像个大美女，就这样而已。来变强这边，啊哈，龙魂提升 ，OK， 还有吗？时装抽奖，果然是抽卡类的游戏，鬼东西啊，妈的！啊，果然是氪金抽卡游戏，氪金冲战力。虫战虫喂养啊，一大堆喂掉啊。哦，还有吗？转职任务应该可以转了吧？有这个有，然后这个战虫升到这个。这个要升到三星，可是这个话，这个要去哪里拿？我看一下哦。战宠试炼，不是这个，那这个诶，装备寻宝，然后声望令还没开启，特殊活动。哦，要拿到这个吗？这个是这个吗？哦，有人邀请我加入家族哦，好 ，OK 啊，靠呗，家族已满，三小啊，哦，我获得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这只伊丽莎白他已经，哦，还没，他还有一个最高境界哦，这个没有翅膀，然后这个有翅膀，各位看一下哦，这个没翅膀，然后这个有翅膀，请问是插在哪边？就插一堆翅膀而已。我记得有一个广告哦 ，Red Bull。给你一对翅膀。